七夕将近，所长先为你们送上一波强势狗粮，前方高能，请做好被虐的心理准备。今天沈梦辰的 ins 账号被神通广大的网友翻出来了，除了自拍之外，里面的内容竟然全部都是沈梦辰和杜海涛的甜蜜日常，两人挽着手臂并肩看镜头，还不忘送上一记嘟嘴波波杀，满屏热恋的味道让所长都看得满脸粉红。休闲时光要撒糖，穿着礼服的工作时间也要撒狗粮，在演出后台的两人紧紧拉着小手，满眼爱意，根本遮掩不住。沈梦辰还亲切地称海涛为武力帅欧巴，确认过评论区，网友已经快被这把糖齁得不行了。而你们的海涛同学也是相当浪漫，女友的生日惊喜打包送上，但要所长看，明明自己才是最佳礼物吧。这每一张照片的画风分明都是偶像剧的即视感，所以有糖大家一起吃，以后俩人在大家面前也别吝啬秀恩爱了。所长也忍不住替广大网友再追问一句，二位领证的喜糖打算啥时候发？在贵圈混，不仅得有点特殊技能，还得有点特殊爱好。这届的 idol 似乎都对虫子有着秘制执念。今天上午，知名宠物博主千玺同学在自己的 ins 上解锁了自己的新宠，竟然是一只四脚朝天翻不了身的虫子。这尽情摇摆的舞姿，仿佛是在告诉大佬，轮架是有音乐细菌的。不过所长觉得，大佬你怕是在偷偷嘲笑人家起不来吧？毕竟你千玺可是分分钟就能翻个跟头的人啊。而在最近曝光的甜蜜暴击花絮中，明天学弟和方宇学姐不好好谈恋爱爱撒狗粮，也被路边一只粉色的虫子吸引了目光。陆三岁和关三岁也同步上线，所长悄悄问一句，你俩这你蹲完我继续蹲的游戏玩的可还开心？话说回来，竟然爱豆们都好这一口，不然大家工作之余一起开个宠物微博走走花路怎么样？